104年11月2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陈丽婷。新闻的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为了宣导酒后勿开车，高雄市政府与卡通公司合作，发行了1000张的花妈版一卡通。现场也找来酒驾防治关怀协会理事长现身说法，让大家了解酒驾防治的重要性。高雄市新闻局主办的吉祥物大 PK 已经点燃战火，各单位推出的吉祥物把握每个机会抢票。截至目前为止，农业局的高通通票数稳坐第一名，第二名则是观光局的高雄熊。前镇区的正山大楼在去年的石化气爆中受损，虽然事隔1年多，但是现在只要一下雨，地下室就会冒出不明来源的水，住户担心地基和水槽受损，要求市府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酒驾率相当高，不管是市政府或是民间单位，时常都有宣导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雄市政府与一卡通起立合作，做了1000张花妈版的一卡通做公益，只要民众每捐1000元给酒驾防治关怀协会，就能获得1张 Q 版花妈一卡通，一起爱家人不酒驾。台湾人个性海派，每每开心的时候都会来一杯。不过酒后不开车的习惯却没有深深烙印在人民的脑海里。花妈版酒驾防治一卡通在11月2号公开亮相。一卡通因为在北部也可以用，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实际啦。那因为酒驾的问题是跟交通有关，所以这种一卡通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那透过 TADD 这样来推动，我想我们高雄市政府对取缔酒驾一定会，更加严格来执行。以花妈 Q 版造型登场的一卡通，是来自于一卡通公司的免费捐赠与制作，只要捐1000元给酒驾防治关怀协会，就能获得一起防治酒驾。谢谢协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唤起我们市民对这个酒驾的一个重视。其实酒驾防治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陈敏香就是活生生的受害者，她的女儿就是柯P市长的学生，也是一位急诊室医师，却被酒驾闯红灯的司机给撞死，从此母女俩天人永隔。我的女儿那个曾医师嘛，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守交通规则的人，她只是在回家的路上就被酒驾者这样子撞飞，然后就失去生命。那你如果要喝酒，就是不要开车。尽管酒驾罚则提高，但是喝酒作用还是有限，必须要从自己做起。期待透过花妈版防酒驾一卡通，可以时时刻刻提醒每个黄汤下肚的民众。港中新闻上午和陈丽婷采访报道。高雄市新闻局主办的吉祥物大 PK 已经点燃了战火，各单位推出的吉祥物把握每个机会，争取民众的支持。最受欢迎的目前还是农业局的高通通，票数持续领先。第二名则是观光局的高雄熊，相信随着投票日越接近尾声，竞争将会更激烈。高雄市今年最火红的吉祥物恐怕就是高通通了，不但常常随着高雄的农特产出国，各种气球公仔更是铺天盖地成群出现，就连业者都看准商机，抢着要使用高通通的造型。面对今年高雄市吉祥物大 PK， 农业局带着高通通火力全开，目前拿下了3000多票，难道没有对手了吗？那倒未必。本季窜升速度最快的高雄熊，其实推出才不到半年，不过可爱的外形已经深植人心。每个观光局的活动都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也是出国比例超高的吉祥物。看看小朋友们的反应就知道，目前票数紧追高通通之后。有劳工局金城武之称的小劳男孩，虽然没有可爱的造型，但是有帅气的模样，而且与大家一起站在基层打拼，加上高雄市的劳工势力可不容小觑，虽然目前票数不理想，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后来居上。
由鹿竹区公所推出的帆帆与喜仔也是走可爱路线，特别是帆帆娇羞的模样相当讨人喜欢。随着鹿竹番茄季越来越近，肯定也会有不少的造势活动，得票数备受期待。而高雄市所有的吉祥物将在这个月展开各式的 PK， 其中还包含了民众投票，还没有投的民众千万要把握时间，让自己喜爱的吉祥物能够拿下最好的成绩。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去年石化气爆不仅造成不少死伤指数，也让建筑物受到影响。前镇区镇南大楼也是其中一个受灾户。市议员陈丽娜质询指出，这栋大楼在气爆发生后，只要一下雨就会冒出不明来源的水。虽然有土木技师勘查鉴定，但是住户还是担心地基和水槽是否受损。位于前镇区的镇丹大楼是去年气爆的受灾户，但是气爆都已经满周年了，大楼的地下室只要一下雨就会冒出不明来源的水，让80多户、300多位的住户相当的困扰。市议员陈丽娜在议会质询时就向民政局提出，应该尽快处理。先了解气爆之后为什么下面会充满了水，一下大雨，整个水从地下一楼以下淹上来，地下一楼。没下雨之后还继续的有水冒出来，每天都必须要抽。你们以为气爆已经完全都结束了吗？以为气爆的所有受灾户都得到合理的赔偿了吗？以为完全都修缮完毕了吗？陈丽娜表示，虽然这栋大楼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住户表示，在气爆前，即便是遇到台风来袭，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并且传达住户们的诉求。泡在水里面2个多月了嘛，钢筋水泥的部分希望不要有损坏，另外就是希望就说没有掏空的状态。那目前在大楼附近的确有这个登革热的案例出现，那所以大楼的住户非常的紧张，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大水槽，随时都有可能决绝的产生。虽然已经有土木技师派员勘查鉴定，但是地下污水槽和地基无法得知受损的情况，对此民政局也做出回应。我们除了我们会在会同我们的工会这边的技术人员以外，那也由副市长亲手接手这个案子，然后也会派2个公务的一个专家，那会同整个一个公务团队跟鉴定的单位，我们去重新再进行了解。政府我们也愿意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陈丽娜认为，市政府有责任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并且希望市府各相关单位能够进驻，帮助住户来解决问题。港都新闻吴秉允、薛婉珍采访报道。同样是三民公园里面的公厕，却有不同的标准。市议员林武忠指出，三民公园内的老人活动中心由于是委外管理，一年只有19万的预算，光是水电费就超过很多，而且不足的部分却还要管理单位来负担，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合理，希望民政局能够重新来检视高雄市所有的老人活动中心。秀出三民公园公厕以及三民公园老人活动中心的公厕使用状况的比较表。市议员林武忠在议会质询时指出，同样是开放给全民使用的场地，却有不同的标准，尤其是在清洁费与水电费上。本所是开放式的全高雄市，包括头前一间，意思拢同款的哦。但是这间啊，我跟你讲，所有的水电啊，拢总爱老人活动中心去付啦。老人活中心要一个月100块安尼扛，扛水电费啦。林武忠也列出老人活动中心一年的水电费用根本超过市府一年给的预算19万元，入不敷出。认为既然是免费提供给老人使用，对于让管理单位负担不足的部分，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合理，因此希望民政局能够重新检视所有的老人活动中心。派你们的贵单位的科长承办一年全高雄市的老人福利。老人活动中去走一下，看一下，上提供老人最佳的服务，最佳的人最多，你当一个评比，把好的就给他支援，不好的就淘汰嘛。你别当让老人活动中心的老人去出遐。对此，民政局也允诺会会同区公所一起来讨论，并且也会重新检视所有的老人活动中心。港都新闻吴秉允、薛婉珍采访报道。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利用民政局的里政资讯网找过工作呢？市议员陈翠鸾就向民政局提出建议，希望将在地职缺专区的资讯能够与其他大型的人力网站做区隔，并且定位明确，不仅能够真正提供最在地的讯息，也能让较为弱势的民众找到工作。里政资讯网在今年的5月1号新增设了在地职缺专区，让里长与里民能够快速的掌握并且查询各区里的就业机会。但是市议员陈翠鸾在议会质询时指出，凤山区的在地职缺都是公读，而且原高雄县的区里几乎没有工作机会。他也提出相关的建议，不要让民政局的美意打了折扣。我们要有所区隔，所以我本席才一再的建议说，那个定位要更明确，然后有所区隔，然后我们服务的对象像中高龄就业、中高龄失业的，还是特殊经验比较找不到工作的，他可透过在地就业资讯找到他的工作，然后可以减少社会的一些社会问题。陈翠鸾认为，在地的职缺应该与大型的人力银行网站做区隔，并且提供的是在地的讯息，也能服务较弱势的民众。对此，民政局也做出回应，是希望能够区隔出不同使用者的部分，可、就是这个功能，而且咱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在地性，所以我们整个职缺的来源，其实是咱台南劳工局、咱训就中心加社会这连结做提供的。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是我们的里长，也在提供一些职业工作训练的时候，让他知道自己里的这些就业的资讯。陈翠鸾希望能够透过民政局的里政资讯网，让最在地的职缺讯息能够让有需要的民众知道，才不至于让这项便民的服务成为虚设。港都新闻吴秉源、薛婉珍采访报道。哇，新家哦！妈，上车吧。会记得伊细汉的时阵，常常让我烦恼，所以我一定给伊揽条条，希望给伊上好的保护。伊讲，即卖伊大汉啦，愿意给我上好的保护。妈，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我知影，伊上关心的是我的安全。紧扣幸福的依赖，乘车请系安全带。人生不尽完美，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而心情不好。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别让忧郁变成病。顺手捐零钱，快乐在心田。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用心聆听，伸出援手，做好一问、二应、三转介，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0800，请帮帮救救我。节能减碳新生活，鞋码步行健保健，每周一天不开车，雪车用车助减碳，冷气控温不外泄，自备杯筷怕雨带。多吃蔬食少吃肉，食用资源顾地球，节能省水更省钱，随手关灯拔插头，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你。接下来看到的是停水通知的纠纷。澄清湖集水厂为了配合工程检验，共有20000户需要停水13个小时。不过这日期呢，却一改再改，让蔡公里里长每次都发动宣传车通知里民了，也已经发出通知单，但却又突然取消改时间，让他是相当生气，也让民众深受其扰。水是民生必需品，不管是对于一般民众或是做生意的店家来说都很重要，停水也就需要储水。不过若是停水日期一改再改，是不是有点太过夸张？没有，每次定的政策临时又给你改变了，
变成哦，你一定要选倒也毋是，毋选倒也毋是啦。就从这个停水的问题，临时讲停水，我嘛唔知呢。明明是说好十月十八号要停水，里长也已经发动宣传车跟通知单，一一告诉里民，却又因为自来水厂改时间，让里长又要再次通知。不过，却不是每个里民都能接收到第二次的消息。哎呀，我请问放养的孩子哦，那之前有好几次，他说要停水，那我的吉普车跟公交车一定出去吼，选得了啊。一定是给你改啊！长日啊，如果停水的话，因为会造成我们不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用大量的水，尽量是要提早通知比较好。里长邱启明表示，蔡公里人数众多，幅员广阔，要一一通知，常常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停水时间临时变动，真的让他很伤脑筋。自来水公司哦，以后对于伊这要选择的代志，无伊得吼，应应的公告单给阮，哦，阮替伊发袂要紧。里长期待自来水公司尽快处理，或是动用更多的人力向民众来宣导，因为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了两三次。毕竟没有水，万万不能，还是尽早通知民众比较好，不要再出尔反尔。港龙新闻邵汉、陈丽婷采访报道。郑州科大今年迈入创校五十年，校方除了举办盛大的校庆活动之外，也在图书馆打造了创新空间，变身成资讯生活馆。馆内除了有具备高科技环控的 i 学堂之外，更有包含许多游戏平台的游戏股，相当受到学生们的喜爱。慌忙地打着方向盘，校长和来宾也沉迷在赛车的游戏中，比比看谁先抵达终点。这可不是游乐场，而是学校的图书馆。不但有三个萤幕环绕，全套的赛车座椅踏板，加上临场感十足的音效，郑州科大新设立的游戏股立刻成为学生们的最爱。我平常不喜欢跳，可是看那个就很想要跳。我以为学校是读书的地方，结果现在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有赛车，还有体感的跳舞游戏，学校里相关科系制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在这里抢先体验，真的让同学们惊呼连连。希望能够展示学生的作品，然后让大家可以观摩。那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校园里面有一个很安全的，然后是做过选择性的，这些游戏都是很健康的，然后让同学们能够也休闲一下。图书馆创新空间除了游戏股之外，更有爱学堂，透过平板控制灯光音响，让专业的讲厅有更多的功能，就连看电影也不会输给外面的电影院。也要把这个图书馆也融入生活创意，让师生呢，他们主动就会想到这边来。我非常羡慕，而且我还想回来就这个再来进修。校方除了希望让图书馆有更多的新功能，跟上目前的时代潮流，吸引学生们频繁的使用之外，也期盼在学校创立五十年的校庆期间，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在弥陀区呢，有间相当具有知名度的庙宇，当地的民众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弥陀的弥寿宫，里面记住着红面妈祖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不但留下许多文化资产，香火更是鼎盛，因为据说这里的签诗相当灵验。建庙已经有200年历史的弥寿宫是当地的信仰中心，庙里随处可见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当年在清朝设立时，宫濑南延长的延民祭拜，经过时代的转变，现在所见到的弥寿宫是在1975年新建完工。庙里除了主祀桃海人最依赖的妈祖之外，弥寿宫里还供奉着一尊相当特别的神明。这个婆宫也是这样，可能只有弥陀有了。制糖业是日本时代一个糖业株式会社，他们设了一个，可能一个也是一个一个家什么家神还是怎么样，所以呢，现在为什么我们那个弥寿宫这边呢，也以它这个配饰呢，蒲公牙呢？其实这个虎公爷并非一般的齁牙，而是日据期间弥陀乡制糖业所供奉的神明。后来因为糖业荒废，遗留的房产用虎公爷的名义登记为祭祀公业，于是也入祀于弥寿宫。而弥寿宫除了是当地人的信仰中心，更是弥陀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地标。不但香火鼎盛，签诗更是相当灵验。从市立区
不容两念并齐。他的意思就叫你一定工作一定要很专心呐、啊，工作要很专心，要很专心呐、啊。说刚才为什么两处你都没有，你可能讲的不清楚嘛、哦。那现在已经清楚了。来到弥陀区，可要记得来到弥寿宫参拜。这里不但是历史悠久，而且具地区性的大庙，有别于其他的妈祖庙，这里的妈祖婆还是红面妈祖。庙里更有许多特色建筑和摆设，对于文化工作者和研究宗教文化的学者来说，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来看港都生活讯息。天气状况如何呢？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起来关心。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气温21到30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时多云有雨，气温20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0到28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祝您事事顺心。我是陈丽婷，我们下次再会。哇，新车哦！妈，上车吧。会记得伊细汉的时阵，常常让我烦恼，所以我一定给伊冷调调，希望给伊上好的保护。伊讲，即卖伊大汉啊，愿意给我上好的保护。妈，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我知影，伊上关心的是我的安全。紧扣幸福的依赖，乘车请系安全带。人生不尽完美，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而心情不好。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别让忧郁变成病。顺手捐零钱，快乐在心田。Ooh.
沙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用心聆听，伸出援手，做好一问二应三转介，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0800请帮帮救救我，不能简单新生活，野马步行健保健，每周一天不开车，雪车用车住减碳，冷气控温不外泄，自备杯筷怕雨带，多吃蔬食少吃肉，食用资源顾地球，节能省水更省钱，随手关灯拔插头，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你。希望大家在台风豪雨期间减少外出，并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哦。可是如果遇上紧急事件，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免行经危险路段。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哦，那就是公路听看停，而且要留意并遵循可变资讯标志或公路单位的指挥。台风豪雨路况超乎掌握，民众减少上路，远离灾祸。这疏浚工程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现在我们几个月就把它清理好了。老板可以休息一下吗？不可以啦，你看那些砂石车排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呢，挖出来的砂石都大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棒球场耶。我们多做一点，大家就多一点保障，走。哇，新家哦！妈，上车吧。会记得伊细汉的时阵，常常让我烦恼，所以我一定甲伊冷调调，希望予伊上好的保护。伊讲，即卖伊大汉啊，愿意予我上好的保护。妈，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我知影，伊上关心的是我的安全。紧扣幸福的依赖。人生不尽完美，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而心情不好。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别让忧郁变成病。顺手捐零钱，快乐在心田。